直接尝试，直接尝试。炎炎夏日，来一根降火消暑的冰棒，或是一杯套心凉的饮品，可说是最佳的选择。因为是冰的，所以不太有腥味，就不像一般喝的一样。对，就是口感很好，然后比较特别一点。喝上两杯这样冰凉的鸡精，确实很值得。不盖你，真的没有听错，鸡精现在也能当成冰凉的饮料喝，甚至变成冰棒吃。这家生鸡业者将只吃香槟龙长大的鸡汁，透过多年的研发技术，运用香槟龙与鸡汁的营养价值，制作出冰镇低鸡精，打破传统只能热饮或常温饮用的吃法。它是用在冬天跟不一样的方式，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冰镇的营养补品，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来享用。全台唯一可以冰镇的低鸡精。为了推广这款冰镇低鸡精，业者不只透过超商作为行销通路，还选在上班族众多的商业区举行试喝活动，抢攻养生饮品市场大饼的企图心相当明显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采访报道。